哟，我是羽毛换拉筋的如麦法师。如果麦快发生，这种事，嘿，没错，又到了随时随地的如麦法师啦。那今天如麦法师是什么呢？我想要很多种月龄。对，没错，今天的如麦法师是，如果麦快里面有很多种月龄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讲一下，最近我会在 Twitch 上面实况。Rust， 对 ，Rust 由冒死们所主办的一个Rust 的伺服器哦。那九月的时候都会在那个伺服器玩，然后也会在 Twitch 上直播。YouTube 的话应该就再看看啦。对，没错，基本上应该都在 Twitch 吧，或双开，我不知道。嗯，对，嗯对，那个连接在下面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如麦法师。如果麦块里面有很多种月龄会发生什么事？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召唤棒棒！今天我们有很多种，这个是几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七种召唤棒棒啊！我们就一一的演示给大家看。先从最简单的土月灵召唤棒，需要两个泥土可以做出我们的土月灵召唤棒哦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嘿，召唤棒，土月灵召唤棒。哇哇哇哇哇，很可爱啊！那我们只要拿着它呢，它就会被召唤出来了。它是草地月灵、泥土月灵。那泥土月灵呢，就是要帮我们哇哇哇哇哇那个。有了有了，开挖开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今天呢，就是如果麦块里面有很多种，哎，你回来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如果麦块里面很多种月灵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今天就要展示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月灵，所有特殊的月灵给大家看。你喜欢哪种月灵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那只要把棒子收起来的时候呢，月灵就会离开了啊。我们先做一些基本的工具好了，先做稿子嘛。基本的，那这个棒棒就先放着吧。然后挖一点石头，在村庄挖一点石头。哎，有石头之后呢，就可以做石镐了。好吧，我的木镐就可以把它丢掉了，不需要你。好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棒棒可以做好了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绅士月灵召唤棒，需要两个羽毛啊。小偷，哎，小偷需要煤矿。丘比特是要弓箭，水的话需要水桶，土的话我们做过了土月灵，然后厨师需要烟熏炉，聪明的话需要玻璃。好，我们先从煤矿开始好了，可能会比较简单。那我们要挖挖挖的话呢，就是召唤我们的土月灵，帮我们挖一下。有了有了，煤有没有比较近一点的煤矿？这个好像都有点远哦。比较近一点的话，有近一点的，稍微给它近一点，我们就往下挖。好可怕、啊，这应该是不会出事啦。有了有了，我们的煤矿，只要两个煤矿就可以了。Okay， 我们看一下下面。哦，岩浆哎、欸，哦，道好深哦，道好深哦，我们快点上去。好了，有两个煤了，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。小偷月灵召唤棒，哎呦，小偷月灵，村民都是我的钱包哦，所以代表是可以偷什么？偷村民的绿宝石，他是偷烂了，他偷烂了，哦，他去偷他的吗？他有那个眼罩，好可爱哦，给我绿宝石哎、欸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，快抢，快抢，快抢！完了，是要把他们关在一起啊！他一直偷、欸，哇，好多好多、喔，赚烂了，赚烂了！谢谢谢谢，我们跟他换一下，跟他换一下，看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可以换水桶哎、欸，换，哦，是哟、喔、是哟、喔，谢谢，这我们可以换三个水桶啊！哎呀，我们这样换。三个水，我们就有三个水桶嘞。有有，继续偷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啊，绿宝石换面包。换太多了。那个我没钱了，小偷月灵，帮我偷一下。哈哈，去揍他们！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我要跟你换
南瓜派，我不需要南瓜派了，好不好？继续偷，你继续偷，我继续看一下有什么村民可以，有什么村民可以交易。哇，真的是赚烂嘞！小偷月灵怎么那么强？小偷月灵，小偷月灵就专门偷村民的钱包。我们有60个面包了，然后还有5个绿宝石。哇，好像没有铁匠哎，这样不能弄装备。哎呀，好可惜哦！我本来想说可以捞一些装备的，但好像没有。哇，25个绿宝石，太多了吧？哎，我们有这个真的是赚烂了。我们现在做了土月灵跟小偷月灵，接下来来做一下别的厨师月灵怎么样？厨师月灵需要烟熏炉哦，烟熏炉的话需要挖很多石头跟原木。对，我们挖一点原木跟石头吧。土月灵帮我挖，有帮我挖，有挖到什么钻石吗？好像没有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就挖一点点石头。好的，我们挖完了很多的石头跟原木了，我们要两个熔炉嘛，然后把熔炉放在原木，这样我们就有两个烟熏炉了。把烟熏炉摆成直线，就会有厨师月灵召唤棒棒，喂饱大家是我的职责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灵有什么用哦。这个月灵右键没有功能哎，所以食物的话应该是跟烤肉有关了。那我换那么多面包干嘛？啊，前面有猪猪，我们来实验一下，对猪猪按右键，没有打他呢。要打他啦！打他会生那个烤猪肉。等一下，猪猪，对不起，厨师帽帽可爱的厨师帽帽，哇！所以厨师的话就是，哦呦，会烤东西给我们。不过这个有点难锁定。狂敲，这样狂敲就好了哈。有了。哇，32个哎，32个超多，我觉得很够了。我觉得我的食物超级够，应该是不需要了啦。等一下，鸡啊，没有羽毛。刚刚不是有个羽毛吗？绅士月灵对不对？羽毛绅士月灵。哇，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。我先把水桶捞掉好了。抱歉了，鱼，我需要水桶啊。すみません。哎呀，厨师月灵。哎呀，要烤鱼了。烤鱼。哎呀，有12条烤鱼。好赞哦，怎么那么赞？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水桶。我记得有水桶，对不对？水月灵召唤棒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用水桶做出来的召唤棒啊。铁都会还我，玩水水咯，玩水水的。下面都是蓝色的，他头上怎么被倒了 一个水桶，好可爱哦，被泼水了。我们水水呢，水水月灵有什么功能啊？水月灵应该就是摔伤，跟摔伤有关吧，我们来叠叠看好了。哦，它掉下来的时候会帮我们用那个水哎，你看啊，嘿，这样我就不会受伤了。哇，这样我就不怕摔伤嘞。你人好好，不过要拿着这个水月灵棒棒。如果我忘记要拿水月灵棒棒的话，我就会摔伤，应该是哦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嘿。哦，对，一定要拿着水月灵棒棒才行，你拿别的棒棒就不会有效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。我们的召唤棒，绅士需要羽毛哦，聪明的话需要玻璃，表示我们还要烧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烧玻璃。然后丘比特需要弓箭，弓箭的话需要线，所以我们去打蜘蛛。前面有鸡，好多鸡，给一点羽毛吧。有了，一根羽毛，哇，再一根，有了两根，这么好做，两根，快点，做出来，绅士月灵召唤棒，耶！我们先把土月灵收起来，我是优雅的绅士，
对，有胡子的绅士月灵啊，只要有绅士月灵在的话，任何敌人攻击你都会免疫效果，免疫伤害，等于是敌人打你啊，你完全不会痛，因为我们是绅士嘛，绅士不打架，不用暴力的。哇，那这个绅士月灵很强哎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有厨师，我们先不需要了，土月灵可能还需要，小偷也不需要了，然后水月灵留着。那我们有土月灵的话，我们就先挖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钻石，好像没有钻石，不过我们要铁啊，我们要看有没有那个废弃矿坑，对，是不是挖到废弃矿坑哎、欸？有钻石吗？好像没有钻石，我好怕掉下去哦，好可怕啊！嘿 ，Hello， 有钻石，等一下，可是下面有哦，要铁，我要铁，所以我要先拿水月灵棒棒，然后下去。没事，然后收起来，然后我要水桶，我把水捞起来，好可怕、啊。好，我们有我们有些铁了，好方便哦，怎么那么方便？有十个铁了，我要做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做铁镐，对，差点忘记我要做铁镐。跟一个打火石，然后有七个铁的话，就做一件裤子好了，刚好可以做一件裤子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呼，出发！好，我们要继续下去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我们还是叫个水月灵出来，然后往这边。哎呦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下那个？等一下，我有绅士月灵，哎，绅士月灵。大我都没事，先不要暴力。先不要暴力，好可爱哦，啊，我被炸了怎样？先不要暴力，大家先不要暴力好不好？大家冷静一点啊。有安德先不要暴力。安德的钢铁到我头上。先不要暴力。左边刷一遍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有了，有蜘蛛了，蜘蛛先生！好痛！等一下，先不要暴力！有了！我有几根线？一根线？怎么才一根线？OK， 水月灵跟那个绅士月灵互切，有没有？这样我就完全不会，Diamond。这样我就完全不会受伤了。要爆！等一下，我们说不定打哭光会有机会哈，我都忘了。有都忘记打哭光，我今天掉弓了。这样我是不是不用打蜘蛛啊？差点忘记。好险有想起来，好险看到哭光有想起来。哇，一个钻石，虽然钻石其实也有什么用。好像没有钻石月灵哎，是不是要做一只钻石月灵啊？喷给你一大堆钻石。等一下，中毒就有点关系了。还是没关系啦。你还丢给我缓速，我是应该不会直接死掉吧？对，没事，除非他会丢伤害药水啊。我还是先走好了，再见，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。白痴哦，我的东西啦，白痴哦，先还我啦。好了，我们重整事态好不好？不要再拿绅士月灵棒了，搞死自己。我要干嘛？我要找弓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要找弓。有了，有弓了，终于！怎么那么多怪物？终于有弓嘞！对，太多了，太多僵尸了吧？有了，丘比特月灵召唤棒，出现爱情的结晶吧？看一下，粉红色的，啊，可以帮我射那个吗？还帮我射！快帮我射！
反正完了之后会，他会被杀掉。四、五、五下，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等下我可以拿他副手吗？我可以拿他副手，我可以边战斗边用了，这很方便，这很方便。OK，OK，OK，Nice，、okay, okay, okay. 合作无间，合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样的话我就生四月灵加水月灵，我不就无敌了吗、欸？等一下，那我还有个月灵是要……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个召唤棒是……等一下是哪一个、啊？小偷做了，丘比特做了，聪明月灵需要玻璃，哇，玻璃是沙子，沙子要往上。废弃矿坑，走这种废弃矿坑，不过我们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需要往上，没错。欢迎回来到陆地，耶、yeah! ！而且还是花田诶，这边是花海，好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找沙子，没错，我要找两个沙子啊，有两个沙子就 OK， 没问题了。然后再来烧一下，哎，烧个沙子，用木材烧好了，然后就会有我们的玻璃，两个玻璃，耶，我们可以准备用我们的玻璃做出聪明月灵召唤棒。哎呀，知识就是财富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好可爱哦，这个是丘比特嘛，然后水月灵，聪明月灵，哎呦，戴着一个眼镜，可以透视是透视矿物吧，感觉是透视矿物哦，这个我们要在地底下有用啊，我们整个程序倒过来啦。好，我们先到山里面试试看这个效果，因为我现在要的矿物也其实不太需要。为什么看不到这个矿物？哦，要进的矿物才看得到。有了有了，看到，好像只能看到跟自己同一层的矿物，然后周围的一些东西这样，像这些都是煤啊铜这样。哦，所以不能看很深的啦。因为如果你要看很深的话，就用土月灵召唤棒；如果你要看附近的话，就是用聪明月灵召唤棒。我们再看一下聪明月灵，聪明月灵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你好，绅士月灵，聪明月灵就是一个黄色。也是很可爱，这个下面这个很像打call棒哦，很像超像打call棒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做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种，哎、欸，对，七种吗？我们做了几种？六种啊，加副手，七种，好吧，我们做了七种的召唤棒，那接下来就要到我们的地狱啦。哎、欸，绅士月灵，你手烧起来了，看来他好像没事，他绅士不怕受伤。有够猛的！好，我们出发去我们的地狱。哦，解锁，而且右上角又新增一个东西哎。我们进到地狱，好像又新增了一个棒棒哦。有了，新增海盗月灵棒棒。海盗月灵棒棒需要船。OK， 各位，我的木头刚好够啊，好险刚刚没有用掉很多木头。船的话要两艘，对不对？有了有了，我们可以啊会了，这样吗？有了，海盗月灵棒棒，吼吼吼，出发寻找大秘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有那个吗？哎，等一下 ，OK OK， 啊，我的那个没有跟过来，对不对？我的那个什么绅士月灵没有跟过来。哎、欸，知道跟过来才有效果哎！我想看一下我的海盗月灵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、喔，怎么画那么可爱？我们的海盗月灵，海盗月灵有什么效果？左键还是他们会打东西打的会变多？出发寻宝。我手臂怎么中箭？啊啊！而且还有 CD 哎、欸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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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去哪里寻宝了？然后我决定我要在那边等他回来。
对，叫不回来嘞，他不见了，他去哪里了？给我一组中介珍珠跟半组的中介之眼、啊、他出去寻宝，好猛哦！哦啊，再见，我就可以走了哎。好强哦！这海盗月灵好猛哦！等下他在这边也能用吗？他这边也可以。拜拜。他不见了，在这里也可以啦。哇，那我们边出发边那个好了，边出发边等他来，好吗？往这边走。有了有了，回来了回来了，海盗月灵回来了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这样等于有无限个中介珍珠啦，根本不用怕。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出发吧。耶、yeah, ，这样我有。我有绅士月灵加水月灵，是不是就无敌啊？啊，我这样不就无敌了？出发，出发！哎，我游泳还会变快哎！我现在发现，这应该是水月哎，我呼吸也不会那个扣哎，水月灵的效果让我游泳变快跟，跟会有水中呼吸。哎，好猛哦！哎，打我啊，打我啊！哎、欸，打不到我！哎、欸，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！我超猛！有了，有了，找到了，就是这里啦！接下来就用土月灵棒棒下去，下去有找到吗 ？Hello， 有找到吗？哎、欸，那个还是放个水下去好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水桶啊。我们放个水下去慢慢看，但还是要准备我们的水月灵。哇！啊！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大丈夫です，大丈夫です。这个水好像有点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。等一下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跳过去，冲啊！有了，我好棒。哎、欸，还有钻石哎，但我们不需要。Hello， 有没有祭坛啊？有了，找到了。哎，挖掉，走开啊、哦！有了，找到了，先不要暴力。好，我们来放一下我们的中介之眼。刚不想丢出去了。有了，中介之眼，剩下的可以乱丢，没差。很多颗中介之眼，然后我想要，我的身材在这里看到了，我想要做一个斧头，对，再做一个钻石斧头吧，好吧，我们做一个钻石斧头，刚好有钻石，奢侈一点啊，没关系，奢侈一点。有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去打中介楼，出发。哎呦，又有新的合成配方了！等一下，又有新的，看一下，新的影分身月灵召唤棒，这个影分身，多重影分身之术，你叫什么的？怎么是多重影分身？那个，哦，橘色的月灵哎，黄色头发，还带个护额。太棒了，是我最喜欢的宇智波佐助。他会不会有血轮眼？是不是要做个血轮眼女？哇！等下用看这个影分身月灵怎么样哈？他刚好下来了，我可以直接用吗？用了，多重影分身之术！哇！有了！我们炸！先不要暴力，那个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等一下，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你先不要暴力啦。中介龙，哎、欸，中介龙回来，中介龙回来了。我们可以再用一次多重影分身吗？等一下，好像真的啊，补血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不要补血啦！来了来了，再一次多重影分身之术。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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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一点再一点，有了！好猛啊！你好强！陈野樱。本身打败中介龙了，哇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我们的那个什么世界终于变回黑黑暗暗的夜晚了。刚刚那个紫色真的好亮哦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天的如麦发誓啦。如果麦块里面有很多种月灵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最喜欢哪种月灵呢？海盗月灵、小偷月灵、丘比特月灵、水月灵、土月灵。影分身月灵，刚才讲的漩涡鸣人月灵、厨师月灵、绅士月灵，或是我们的聪明月灵呢？你最喜欢哪个月灵呢？我最喜欢写轮眼月灵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等下喜欢不要放弃，跟着朋友想喜欢的声音，就订阅，旁边有铃铛按钮，我是猫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